第26题，英国科学家普利斯利以凸透镜将阳光汇聚在红色的氧化汞上，如右图，使其分解出氧气和汞。依据上述反应，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？A 选项，氧跟汞是元素，这个我们曾经学过背过，我们知道氧跟汞是元素，这个是对的。这个变化称为分解反应，也是对的。这是氧化汞分解成氧跟汞，所以呢，这是分解反应呢，也是对的。C 选 ，D 选项说，产生氧气后会使玻璃管内的汞柱高度下降，因为产生氧气之后，这个氧气增加，压力会变大，会往下压，会使得这里面的汞这边的溢柱呢的溢面呢会下降，所以呢 ，D 选项呢也是对的。那么 C 选项说，氧化汞是由汞跟氧所组成的混合物，这个是错的，因为呢。这个氧跟汞一定的比例结合，这样的东西有两种以上的元素，两种以上的原子，一定的比例结合的，我们称之为所谓的化合物。所以呢 ，C 这个应该是氧化汞是由汞跟氧组成的化合物。所以呢，我们的 C 选项说是错的。所以第26题要我们选出错误的叙述，错误的叙述是 C， 氧化汞是由汞和氧所组成的混合物，这个叙述是错的。